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独立音乐人徐然，我来自重庆。这次呢，很期待在节目中和大家见面。所以30秒自我介绍要说些什么呢？给大家表演个节目吧。猜猜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两只猪蹄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徐然，为大家带来我的干将莫邪。忘记尊严，臣服于你，被全世界投进火里。你要什么，我都给你，爱到爆裂，尽是真理。太阳熄灭，苟延残喘，你的光将黑暗斩断。投射火焰，铸就宝剑，和你住进独生者的圣殿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徐然，然后今天要跟大家聊一下我的创作。我觉得，与其来聊的话，不如我们一起尝试来写一个东西。首先呢，我会写一个音符，一串音符，就是比如说这样，这样哒哒哒哒，然后我会给它加一段节奏，加一个鼓，这样。然后把它们合在一起，就会变成。然后它就会变成一种一个 loop 一个循环的语句，然后我就会让它一直在我的歌里的去循环，然后让你逐渐的带入我歌的这样一种氛围，然后来达到一个洗脑的效果。所以说呢，我的歌其实会很注重带入和氛围。谢谢大家。